右状元林子伟，挺高的，哦，连续两个坏球，哦，三个坏球，但是不给他打，这个还是明显偏高。是，好，所以林子伟在中华职棒的第一个打席啊，是四坏球保送。要给。好，中线啊，那就看看是林子伟啊，结果是这样子，要怎么记？对，因为这个位置有点尴尬。是，因为子伟一开始站的位置也比较后面一点。因为这个他就算接到传一垒，来不来得及也不知道，所以要看联盟怎么给啊。没错。点可能就是说，他在移动的过程中，重心感觉比较高一点点。那在掌握这颗球上，可能就稍微，我想第一颗失误了。对，第一局的第一球，哦，就是他个人的第一球。在中华职棒的第一球，对，那难免会有一些紧绷。过去的这个很观念绝对不行。哦，就这个球打的是不是他来到中华职棒？出现了，我想这个也就是今天大交易啊，在乐天这边希望看到的。第一支头痛的地方，这个球打出去，哦哟，林子伟扑到了，传一垒，哇，超级美击，等级啊，这个球，这就是 Major League 的手背，漂亮漂亮，哇，他整个人飞出去，哎。我想这个大师兄林日升应该也会有点傻眼啊，眼看就要成为安打的球，这个球可以多放很多遍啊，整个飞出去，你看他的身体强度多强，好，这个非常精彩的超级美技，下去之后你看身体马上弹跳弹起来，他自己也知道就是会选不掉哦，林子伟这一棒，哦，落地成为了一支安打，单场的第二支安打出来，而且他想要上二垒，这个球传得还蛮远的，这一球找到，哦哟，硬要捞吗？这个已经传不出去了，哎，离垒太远了，结果是厉害厉害，张振宇哇，被他发现到这个。林志伟想说三垒手也出去了，没有人了，哦，所以回来没有那么快，啊，这个没办法，背后没有长眼睛的啦，又挤压到了，嗯，来看到二垒手向后，中外手向前，最后是哇，林子伟背后接球，用精彩的接杀来结束了一局下半富邦悍将的攻势，这帮送到了中左外野方向，扑下去的是林子伟，哇，what a nice catch， 但这一分是守不住的。三垒上的蓝英伦趁着高飞牺牲打回到本垒，拿到台钢的第二分。不过林子伟呢，展现他极佳的运动能力。对，均速大概还是可以维持在147、148。这一棒中间方向，林子伟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在这个时候，半过程绕过了一垒，直接往二垒推进，而且球是一路往后滚到全垒打墙边，方国成要准备上三垒了。一个判断的差距，就是一个垒包跟三个垒包的差别哦。这棒球有时候你必须要给人家安打，你就要给，那要去接，好像又接得到，又最后发现接不到，你要刹车又来不及。如果林子伟有把他挡在身体前方的话，会是一垒安打的。对。但就是在这个很尴尬的位置，林子伟好像想要接杀，但又觉得机会好像不是很高，就要给他安打了，要放下来了，结果他就不好处理，棒子摆了出来，来看到投手要处理的速度要快，然后最后哇，还穿了一个大爆传，哇，二垒上的林立现在决定往三垒来推进，还是来得及，而且球又没有接好，哇，终于说还是要点。这回又要再交给魏硕成了 ，out， 不过可能会挑战哦。马上比出来了，这应该有30寸。哦呦，哇哦！子伟的
斜舌压下去的时候，因为有颜色，所以在垒包上可以看得更清楚。现在白色的东西很敏感。觉得这个球搞不好会改判也说不定哦。哎，来看一下最后 safe。我觉得保健都非常的开心啊，还是要点哇！志文今天真的很会短打哎，哇，都点出安打哎，哇哦，这个短打黑洞的位置走到了，哇，他这三个球都点得很好，哇，这堪称是今天三个场地的短打教科书啊！这个球王威哲一开始已经驱前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抓到林志文。除了点的位置好之外，脚程也快了，表现出没错。打高了，军秀一出棒就大喊了一声，林志伟还在等球落下来。哎呀，没有接到王，这个时候出现了手背的失误啊！哇，亏大了！哇，林志伟出现了今年赛季第二次的手背失误啊！最后。打在了手套上，哇！然后最后那个落点没有判断得很精准。哦，中间方向落地，又是一支安打。那一垒上的哦，哎呦，这个处理球有一点瑕疵，那现在被挡下来，变成了这可能会要加计一个失误、啊。哇，那这中外一手是由林子伟来担任啊，又出现了一些瑕疵啊，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掌握住，果然被加计一个失误。这一棒找到了中间方向啊，哟，错边了，结果呢 ，over 了，这是一支安打，那这样要得分了，而且第二个跑者一垒上也要回来，这是一支长打带两分打点龙。要看跟这个，哦，先看这一球打得好高哦，两个人过去，这个球有办法掌握住吗？哦哟，最后林志伟接到了。哇，在警戒区用了一个跳跃、啊、把它给接住、哦、哇，这个接球惊险，但是他接到了，吓死人了。因为这个球是仰角很高，那距离这样看也真的蛮远的，最后是已经到了 warning track。 哦呦，最后是用一个小跳跃把它给接住。那现在邱志成的安打数已经来到95支了。哇，这比较浅呢，滑是滑，接到了 out 啊，哇，挥了一个美技，哇，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外野手，哇，这个是要不要挑战了、啊？这边是要看啊、哦，统一这边是决定要看美技，不知道有没有接成啊？这样是不是打在手套里面呢、啊？哎呦，看完喽。好 ，safe， 所以呢，挑战成功，那等于是一支安打。我认为是先接触到草皮啊，哈，连续两个打。哇、哦，外野的飞球，两个野手追过去，有没有机会？全垒打！哇，这个是速球。本季这也等到林子伟发威了。今年的第一轰呢，在这个时候出炉啊，让现场的主场的球迷啊，气氛就好好的抒发一下。哦呦，这棒打的又是喷太高吗？球还在飞哦，看着球这一次上去，可以哦，开轰了。哦，这个这样追，直接追一分，先追一分回来，本季第二轰，真的哦，马上开心起来。在这个礼拜，林志伟打了两支全垒打，出棒，哇哟，这是安打了，那这样子要掉分了。二垒上的跑者这时候回来，球是直接往本垒传，哇，是慢了一点。我觉得这个球传本垒有一点太过冒险哦，因为两出局嘛。对，第一个两出局打了就跑，然后再来就是林志伟那个传球接球的一个方向就往右外野的方向那边去追，接到球之后中间没有任何的一个 cut 到的人员哦。哇哟，这棒打出去外野的飞球啊，没接到哇！那这样子回来得分，而且魔音有得跑了，魔音要上三垒。
这个球应该是三垒，看记录上怎么给，是安打的话那就是三垒安打。哇，那林志伟在中外野的这个手背现在又出了蛮严重的状况了，就他等于是过头啊。对，是跑过头、哦。